出去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黄翠玲。你有没有想要感恩感谢的人呢？一路以来，贵人很多，想要感谢的人也很多。但是我其实最想要感谢的是，我的误会过我的人，然后攻击过我的人，然后对我有误解的人这样子的，他们的误解，然后他们的甚至他们的一些负面行为呢，那给我很大的自省的力量，然后让我把这些力量化成就是向前走的动力，这样其实我很感谢他们，他们也是我的贵人。太棒了，你有没有想要祝福他们什么样的言语？祝福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希望以后还有缘分，还有机会，然后可以让他们更了解我，然后让他们知道我其实是一直在往前走。人都会改变，然后这个环境也会改变，然后我希望重新可以有机会可以互相了解，这样。太棒了，拜拜，谢谢。